喂，你干嘛？哎，帅哥，你这水可以给我喝吗？你有病吧，我自己都没喝，拿来。哎，既然你不给我喝，你也别喝了。你算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水可以给我喝吗？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谁的水你都抢？既然你也不给我喝，那大家都别喝了。喂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啊？报警是吧？要不要我帮你报啊？哎，兄弟，你们跑什么呢？他们要是不跑啊，你就危险了。来，给你看个视频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美女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喂，王总，现在过去签合同是吧？喂喂，怎么了？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还着急去签合同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刚好我这有个充电宝，拿去用吧。在维也纳酒店是吧？嗯，等下我就过来，先这样挂了。哎，美女，你这充电宝充电还挺快的嘛，还你。喜欢的话你就拿去用吧。哦，对了，美女，今天你帮了我，来，这个给你。不用，快把钱收好。帅哥，出门在外，切记钱财不可以外露，保重。